让我们欢迎轩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轩怡。进来吧。我刚跟张安聊过了，今天张安离开跟你们俩的竞争，因为，我给他另外一个选择是啊，哇哦，我都没想到。带你俩去老店尝一下。行啊，我就喜欢这种29年老店了。你们的关系不挺好的？看他一眼。哎，我觉得他们俩是一家人。当然，我不是说要做八卦。那是。我们即将实习结束了，我们邀请散散心吧。对呀，这里我都没来过，30年没休过假。啊，太辛苦了吧！珠海30年第一次来。原来还有这个地方。哇，董姐，你也不要这么忙了。董总喜欢喝咖啡，行吗？那我们俩一份咖啡，两个人喝。哦，好呀，不要浪费。就像一个妈妈啊。今天留了好多和董总一些照片，开心。就那个感觉是很奇妙的，就像妈妈一样，真的很美好。你看，入职进来的那也逃不了这一劫。哇。军训呢，可以说是我们格律电竞文化的一部分。哇，还有军训啊！我们接下来进行练习啊，正步出。小梁能不能反着？立定，在队列中一定要保持严肃。好担心啊！我说态度是真的非常重要的。再来一遍哈，正步出。不练。又训了。又顺了，紧张紧张。这个节目走到现在呢，我们已经临近尾声了，越是到后面越精彩。哎，好期待的。